UPSR 考试来临，大家都很努力读书，只有小明每天睡觉打 game， 考试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需要担心，因为他有喝 Good Morning 紫薯蓝莓18谷粮，所以他的视力惊人，让他在考试作弊的时候所向披靡。他只需要左右望一望，便可以看到远处同学的答案，甚至连小抄里的答案都可以写得很小，放得很远，所以一般上老师根本说不到他在作弊。所以我说同学要听妈妈的话，记得每天要喝 Good Morning 紫薯蓝莓18谷粮，让你拥有像狗一样的视力。同学，你作弊啊？老师，你哪里知道我作弊？老师，很大哎！老师，我真的没有作弊啊！不要这样，校长，校长很大，校长。太阳很大力，越来越大力了。